on me, cause I'm awake every morning, you, and I wore the way without dancing around. I know how to get I'm in Wizards. I'm in Wizards school now. Not allow Wi-Fi. They think you're CIA. 丫头啊，在巫师学校啊待了十天，出来收了份礼物。有缘人啊，天哪！当你啊看见天上白龙。白龙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慈禧太后梦自己抱着一根龙柱，后来嫁给皇帝啊？丫头啊，看到十七之后啊，表示理解了十七是七彩虹，七彩虹啊，到十六，一是 enlightenment， 一 ，eleven enlightenment，six decision，sixteen means you made the law， you create a new world。十六，六，仙人指路第六段，诸法行天。看到十六的时候，表示自己啊能够创造星辰了。十六，叫做诸法行天。为什么？沉默是金。丫头啊，在巫师学校啊，不能用这个，不能用任何电浆仪器 ，WiFi 什么都不能用啊。待了十天，学完了出来了，证实了。丫头前面所说的啊，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经历啊，真实。没有任何一句假话。这个时候啊，诸法行天就出来了。我们诸法行天啊，在十四、十五、十六节啊，十二、十三节啊，叫乌爬托天。十四节叫什么？十四节是拖着金塔的哪吒，叫做李靖。好，再来啊！为什么说李靖啊叫哪吒？再讲个小笑话、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民间讹传，为什么说哪吒啊？哪吒！哦，那个时候啊。李靖啊，到这个村民家啊旁边那个树林啊，把树打坏了。村民啊说这个啊哪吒在后面传啊，叫哪吒。他那个时候啊穿着啊也不是将军的样子啊，穿的不是很得体啊。那人家就说啊这个人不知道谁啊，传啊就说这个人叫哪吒。说将军怎么穿这样子啊？那哪吒上身啊，这样来的。丫头巫术学校学十天，学了什么出来啊？可能大家想都想不到哦。我们看到十八白龙之后啊，白龙十八，八表示什么？创造时空之外，还能够创造时空中的时空，不同的时空相叠。丫头的这个生命记录里面都有记载，记载了什么？写的是什么？多重时空、平行时空啊，这是存在的。多重平行时空啊，是真实的存在的，我们的现象界当中。今天我们什么都讲，除了讲两性关系啊，还讲啊女人啊、老人的霉菌问题啊，全部一起讲。法是人造的，药是人造的，药是人创的。其实远古啊，以色列的人在沙漠里啊，When Jewish being persecuted, they was in the desert for entire 40 years. No doctor, they don't need doctor. Why? If people giving and receiving with love, no one will get sick. Do you want me to repeat again? 如果每一个人啊能够给予跟接收全然都是爱，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生病。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不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那时啊，被世界啊不当的，因为利益的关系被讨伐的时候，犹太人啊在沙漠里待了整整四十年，不需要医生，没有人生病，没有病的记录。耶稣赶鬼，驱走鬼王别西卜。
耶稣赶走巫鬼，身上的巫鬼，哑巴鬼治疗，瞎子治疗，这个瘸子啊，因此啊，丫头要不要唱？Water talk, water talk to you. Water talk knows what been through. So the blind can see, the lamb can walk. Water talk to you.水啊，水会跟你说话。Water talk to you， 水会跟你说话。啊，他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啊，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圣经的一个章节讲什么？丫头记不记得？要不要说？圣经里面讲。为什么手拿这个？圣经里面讲了什么？这个啊，耶稣啊，让这个瞎子能看见，让瘸子能行走。对这个章节，瘸子为什么能行走？为什么你要先把道路弄直了？懂了吧？沉默是金。当人在做正事，不替自己伸冤的时候，天哪，会送。白龙十八到你的，不是十八条白龙啊，人家叫十八条好汉啊，罗汉金刚这样来的。Starting from this， 十八八表示创造不同的平行时空，仍然能工作。Right? We can make a church here. 我们啊，这个遇到了一个大巫师，这个巫师世界啊，我们有在生命记载，我们那时候把这个影片都放上来， yes. 不能使用电浆仪器的，所有的物品、啊、带着爱。带着光，带着信念，带着魔法，是真实的有镜子，镜子屋女的、哦，镜子屋女是真实有的，他们有个镜子店。This is my 还有什么、啊？娃娃的女巫啊，会用娃娃插针的，真实的有的、啊，有这样的巫师店哦。整个巫师啊，整个魔法阵啊。Did you?That's my water talk, water talk to you. 你会发现以前有名的巫师的作品是真的。丫头待在魔法阵啊，待了十天，不能使用任何的电浆仪器，里面啊的电视啊，以前还有以前的点唱机，那个点唱机是怎么样啊？有魔法的，你心里想什么歌就唱什么，你心里想什么都不用讲话的，歌就唱什么就告诉你答案。所有的物品有记忆，有集体意识，有祝福，所以每一个家 It's supposed to be like this. This is real. Do you see that? It's energy. Maybe it's already.50. I just realized 50 is the Holy Spirit. You see that? Holy Spirit leading 50. People just know. Wizard, there's house wizard. There is. I still don't feel this is my shop. But I do see. You know this? This is childThey go to your life of library. They find the right item. He is a childhood memory. You are Willy Wonka. You are Willy Wonka. This mirror doesn't talk. This mirror. See? Thanks. I got my sword, Nicole. In the mirror. See that? It doesn't talk. Find it. I find it. Mirror.Wow, it is moving. The mirror is moving. Mirror, mirror, cast a ghost. Can I?
can I take this mirror back? My girl have exactly the same guitar. Can you explain this? Can you explain this? Nobody can explain this now. This crazy person got everything I need. Everything. A sword. That's his sword. Where's my... He hide it. 一个物品啊。好，他，我们以前那个念念不忘的那个科学老师，大家记不记得叫 Nick？ 记不记得 ？Nickname Nick， 那个 Nick， 他变成了他妈妈啊，这个魔法师他妈妈家里的红色的柜子，红色柜子，如果你去梦红色柜子，请查周公解梦，表示过去的一段恋情无法放下的，无法放下，有的时候啊，要让人啊。每一段关系都有它的呼吸期，懂了吧？所以呢，人的疾病表示你的关系与关系之间有缠结，你没有让它呼吸，就会制造中间的病菌出现。所以你所得的所有的疾病都表示它的呼吸期被打乱了，有两个灵魂在争空间，听懂了吧？你看到白龙的时候，我帮你算到这个魔法阵。魔法阵里，因此人有时候会梦见在洞穴里。When you dream of you in a cave, usually means it's time to meditate, go into the higher level. So we already can create a new time and space, but now in front of us is an ancient space.That's been missing in the air. 因此梦见洞穴通常表示你进入一段神秘的修行期，也就是进入神秘学院的时候。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讲的这个，有道行的人就听得懂，我们啊甚至说不出来的男女之间的这种啊，人家说这个传染病啊，不管是什么很严重的你想象不到的，都表示有乌鬼缠身，听懂了吧？很多是自己想出来的，压力产生的。治愈啊，也有很奇妙的状况。人啊，曾经啊，在这个男女关系啊之中啊，有受过伤啊。啊，可能被强暴过啊，被这些女性前面在听的，然后有听的有位先生啊，我们现在见中间插播一下、啊，这位先生啊，我知道你有一万两几万个粉丝啊，这听丫头的东西啊，建议啊，做的啊，吸收再吐出，一定要记得带着善念。如果讲的太多啊，那这个啊，有的时候啊，自己要淡一些这个回来的。哦，这不是丫头的问题哦，就是插播一下，我知道有个先生啊，在听啊，常常想讲着这个时空交叠的，讲的这个先生啊，魔法学校真实的存在，有人啊走上的灵啊要往上走，不能往下走，上面啊往上的乌塔。托天再来就是多托的天塔的叫托塔金身，是第十五节。再来托塔法身，法身金身就是这个意思。托塔法身第十六节，这些啊，丫头都还没有放上视频里，这都是生命的工作的经历的记载。Rainbow. So 17 means victory. 7, rainbow. So some people, they are rainbow. They can create color. They are not just crystal. Rainbow. After rainbow, you see golden light. 丫头要不要唱？
这个我替和尚讲啊，我替和尚翻译。因此你在少林寺啊，有些不能乱讲话。你在少林寺啊练的那个铁头功啊，其实是一条线啊，我们现在线是从这是上这是下，铁头功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运水上行、运气上行、带浊气上行之后啊，铁头功是怎么样？想象一根线，人是一根线，会向上，会向下，头脚啊，如果当两边呢、啊，我们就能够创造时空，这表示脉轮都打开了。所以铁头功的练法，你要先顶竖啊，很多很多很多练法，每个人练法、啊。会发现自己的要诀，这各家门派全部都证实了，在西洋的证实的，你看到十八的时候，表示是白龙，证实了什么？十八，哈，会发现啊，丫头早期是所谓的 indigo 紫光的，紫色的光，测了是紫色的光，再来紫色的光之后，你会变成 crystal 就是啊，很清澈的，啊。再来你会变成 rainbow 彩虹，再来你会变成金光，金色。金色嘛，在西洋说法说那叫 Anunnaki， 什么意思？ Anunnaki 黄金的使者，黄金的使者。当我们人最远古的交易币只是为黄金，为什么？黄金越烧越亮越干净。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尊重他人，得尊重他人的资产，包含智慧财产、身体的资产，以及他们的辛劳、时间、空间的资产。当我们啊用了各种方式啊去偷啊去抢啊，打个比方啊，不见得说我真的偷你钱，有的时候这种偷抢啊是心灵上面的偷跟抢。你骗这个人说你爱他啊，然后呢，为了得到钱、得到名啊、得到性啊，一方的人啊，身体就会出现排斥现象，排斥现象就会产生。然后就很容易常见的是什么？妇科的一些炎症啊、霉菌啊、疾病啊。还有另外一个，同时啊，如果男女双方啊，在这个亲密关系啊。是爱彼此的，是没有，是那是一种疗愈，那会变成是一种疗愈，意思是不带有任何欺骗的在里面，听得懂吗？当你疗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奇怪，你有一些疾病啊，因为这样子的双方的协调啊，一起往前进，它不见了，而且是突然间的不见了。得了所有啊，得了现在的这个世界全球感染病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得了又好的人都知道一件，这是个物种的井。沉默是金啊，时间会证实一切。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天住在时间当中，神住在时间上当中，神会替我们工作，因此替神工作的人，时间也会替他工作。为什么丫头要被送去啊？因为丫头无私啊，发了个愿，发了什么愿？那是他跪在这个前面，他跪着，他说什么？丫头啊。跪着发了个宏愿，菩萨听到了。你说菩萨啊，耶稣听到了，因为他当时求的不是菩萨，虽然手里带着佛珠啊。人家他之前有个 turkey， 有只鸟啊，鸟认识的朋友，那个朋友送他的佛珠啊。他发了个愿，他发了什么愿？他说 ，God， please。May me serve you. I feel I'm alone and I really feel I'm already achieving a certain level. And now I'm ready to serve you and I'm ready to accept another person going into my life. 天送了一条白龙给他。他问说带直升机啊，
送了丫头很多很多名贵的礼物，丫头什么都不收，只收了这个，像不像不像佛珠啊？这个啊，拿来武器攻击的，拉不断的，可以健身的。这个人啊，需要丫头的帮忙，因此啊，丫头解了这个白龙身上鳞片的重量，解了他身上的重量。重量哪里来？当人啊在不同时空交叠，绝大部分的人的灵魂没有分辨度，因为自己啊被洗脑了，各方面的洗脑，不管是被教条啊、礼仪啊、归宿啊，各方面啊，让自己过得不自在、不开心。当神不是希望我们不自在、不开心的，神是希望每个人是做自己的，是自在的，是开心的，是喜悦的，是心里有这个平静的。天上有天，他现在天使在有一个。不能讲，讲不出来了，讲不出来要怎么样？要翻译。白龙啊，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聪明、天才，也称为鬼才。这个人啊，年纪轻轻啊，比特币。完完全全脱离了所有的金钱的交易制度，所有的东西是受到送的礼物，全世界可能只有三件，一件十几万，全身上下名牌全部是送的。但是那个镇啊，不止没有金钱交易啊，不能没有什么 WiFi， 没有 WiFi， 连自己的产品、自己的这个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天上有太阳。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保存魔法以及圣灵的殿堂。讲的有点太多了，这边大概没什么观众听得懂，就是个生命记录、生命纪实。因此啊，再来啊，金色的生命的殿堂里面啊，我们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守则。